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你国民党，好，既不想战，又不想和，那最后一条路只有降了嘛？那你降就是一败涂地的开始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庄有话。柯文哲在今年十月第一次国民两党要会上推出一组最强人马的时候，他在内部会议讲去死吧，就是说国民党当时候的两个立场，第一个侯友宜一定要当正的，第二个不比任何的民调。那柯文哲就讲说去死吧，一个大会参选人什么都不敢比，你还有一个主帅的风范吗？那这个场景，好，这个场景到了11月3号完完全全的看到，何其类似。过去那也是提两个方案，现在还是两个方案，你两个方案都是缩小版。11月3号的是10月5号的缩小版，一个月过去了啊，一个月过去了，各位看看柯文哲讲的去死吧，这一种场景就说明的二是一个不吉祥的数字。二之所以成为一个不吉祥的数字，你关键是五个。第一个，侯友宜对于击败柯文哲完全没有信心，辩论不比，民调不比。这个辩论跟民调，各位要知道，你在大选的时候，你还是要举办所谓大会参选人之间的辩论嘛，电视台也会办，中选会也会办。那在这一种情况之下，你先跟柯文哲比一比，你会怎么样？这个是一个。所以侯友宜就是从参选以来一直到现在没有建立他必战的信心，才会发生今天这种的困境。但是身为主帅不能选择战场，你身为主帅，你最高的荣誉就是战场杀敌嘛，你连你旁边的人你都不敢动，你怎么可能去动赖清德？侯友宜就是没有信心，一场没有信心的大选，请问国民党怎么选下去？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就是侯为正柯为副，是国民党坚持的，也是侯友宜坚持的。既然你要坚持，你就展现实力，而不是求爷爷告奶奶，让柯文哲接受你的条件。他要接受你的条件，那也非常简单嘛，什么好处给他嘛？那你告诉他，你手中你又没有筹码，你又没有好处，只是说我们两个搭配一定赢，这是口号式的，这种口号式的能够当真吗？这个是第二个。那第三个，侯友宜的民调起不来，就呈现了国民党的危机。各位去看，这一次的选举非常奇怪，跟历届的完全不一样。赖清德的民调没有反映民进党的基本盘，这说明了民进党执政八年不得人心。那我们再来看看柯文哲的基本盘，柯文哲的基本盘是大于民众党。那换句话说，中间选票、蓝绿选票都会流向柯文哲，就是柯文哲的盘势大于民众党。你民众党到了现在，你还是10%几，可是柯文哲都是20几。最高已经高达了将近31，就是跟民众党的基本盘足足差了2倍半。这两个左右两个都是一个极端。我们再来看看侯友宜，侯友宜就陷入到跟赖清德一样，侯友宜的民调没办法反映出国民党的基本盘，就是说他的民调比国民党的基本盘还要少，少了将近28%。他是足足少了28%。如果侯友宜有这28%的基本盘通通都上来的话，柯文哲的民调不会那么高。当然这个中间因为选票分散，选票流到了柯文哲跟郭台铭那个地方，但是这个现象的造成是侯友宜个人的人设问题。纵然在大位人选的选票你流向了柯文哲跟郭台铭，但是柯文哲跟郭台铭等同是在地方没有人出来选来，你国民党有哎，就是很奇怪，就是说国民党陷入跟民进党一样的困境，
它反映出了不是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基本盘，所以侯友宜跟赖清德的民调下降速度是非常快。那柯文哲是缓步上升，再加上一个郭台铭，这些选票都流到这两个人的身上。那柯文哲呢，又受到郭台铭的牵制，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一次的选举跟历届是完全不一样。就是说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侯友宜应该站稳脚跟，可以联合、可以团结的人，但是他不做这一步，始终目标是锁定柯文哲。这个是在选战中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。你锁定柯文哲，你又锁不住他，那你怎么办？所以我是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讲，玩过选举的人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魄力，就是一次谈、两次谈不行了以后就算了。就是说，你要打仗的话，可以啊。你除了全部准备好，你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，战也亡不战也亡，战可以你保持你的格调，不战而亡，我告诉你价值都没有。那侯友宜偏偏选定第二个，他是想不战而胜，不战而胜他就必须找柯文哲嘛。那个时候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讲，侯友宜应该先好好联合郭台铭，然后对柯文哲施压，但是他什么他都不做，包含对韩国瑜他也不做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的民调直线下滑，所以就为了侯友宜的面子问题，就马上还是量身定做。量身定做的东西绝对不长久，每一个人的身材体型到了不同阶段都会变，你量身定做就是穿个一次而已，这个是最坏的方案。那再谈到国民党的内部，那侯友宜有整合国民党的内部吗？我讲的不客气，地方派系啊、韩国瑜啊等等那些，请问侯友宜有诚心诚意的请他们出山吗？只是到不得已的时候呢，我用你而已。这个叫做利益利害关系，而不是利益关系。这个是侯友宜犯的最大的错。还有一个就是朱立伦，朱立伦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八个字给他。原先七月八月你可以谈的，你现在要拖到已经要登记了，那你再谈。任何一个谈判在时间压力之下是不可能达成妥协，谈判只是一个场面，真正来讲前面的幕僚会议是要把各种问题通通都条列出来，但是国民党只坚持国民党的，所以造成了今天这个现象。你不管你在十月初提了两个方案，到现在还是两个方案，到现在你还是量身定做，难怪柯文哲会骂你去死吧。原因非常简单，二就是一个不吉祥的数字，你还偏偏要，你偏偏还是两个方案。况且由这些学者他提出的方案只是一个学理上的探讨，对于实际政治他们了解多少？你不能够因为我要跟你合作我临时找两个方案。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你国民党哈，既不想战又不想和，那最后一条路只有降了嘛？那你降就是一败涂地的开始。